主勋年龄25岁加，投资理念、自信和希望是我的特权。于志亮，易盟财经资深投资顾问，股海征战14年，看过牛市的辉煌，也经历过熊市的落寞，只有价值才能穿越牛熊。有的时候我都建议很多投资者集合金价买进去啊，特别是今年2、3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每周一都是高开，那如果说你稍微错过了这个就是早上的时间，可能你又要追高了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什么高低点把握好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。我觉得主序呢，其实从最近这几周来看，更多的是想排名，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投资者，我们更多的关注你这个怎么去分析公司的一个思路。排名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股市的人并非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要去选好公司，好公司选好了你随时可以买进去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所谓的技巧。关注易盟财经，构建你的盈利体系。